多少啊？3600，很好，还有一半。哎、欸，走开啦，不要挡路，我在回血，你干什么啦？闪远点，混蛋！我靠，肚子好饿哦，靠杯，怎么办？我想吃东西哦。不行，不能再吃了。前两天才被米娜嫌说好像变胖，我不能再吃了。可是我好饿哦，怎么办？看肚子好饿哦。干，没有这个东西才叫破坏平衡好吗？妈，敌人每次打我打得好爽，然后我更没得补。爷爷给你啊，给你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够了够了。他想要表达的应该是，他的概念应该是说，那个怎么讲，就是说不想他就是说这些是死人，死人本来就不应该能够回血，就是死人你死了就是死了。对，依照这个作者的概念，他是这样的。乘搭电车的时候也很有趣呢。还有什么？电车好好玩。搭电车的时候会发生。可是我会搭电车吗？我也没搭过什么电车。哎，你们俩还在这儿？啊，听他们说话，还是一样。哎，可以跟他们对话了呢。跟我们有爱海了。他们两个人说话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贵加奈子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妈纳米，没想到真的可以遇到你呢。难道是说我们到了你喜欢的场所，你生气了？卡纳科尤鲁萨奈子，不原谅你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纳米。乔丹，乔丹，瓦鲁德奈友，那跟你开玩笑的，没生气。比起这个，你们还要再好好打排球吗？有是有啦，应打某那应打有那好啊，那下次比赛要加油哦。嗯，谢谢，我会加油的。能这么，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，你要好好有精神哦。嗯，我不是一个人呢。妈，还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啊？对了，贵啊，就说可以，就是再帮我吧。就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，也跟我说吧。那虽然不知道能帮到什么，怎么样？啊，对了。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那一件事拜托你吗？就是有关于我去世的爸爸的事情。嗯，我会帮你的。那我帮你找爸爸吧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把这个硬币给他吧。嗯，好。现在很尊敬他呢。我觉得你们也太镇静了吧？自己的一个朋友突然变成了这样子，你们怎么那么镇静啊？好，这边有一些那个对话 ，Ghost Talk， 那个东西。Saki 刚刚有拿到什么？哎，你是做这个 Limitless 吗 ？Limitless 就是我们这个回血2%的。哎，这个东西放出奇妙的气场呢，这个很厉害哦。嘛，对自己严苛，偶尔也用用看吧。对啊，对啊，用吧。我们就不客气的用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那个有什么电波吗？等等。他还说，你如果对自己严苛点的话，就说自己来用吧。Ghost Talk， 大家啊，你们招式的名称怎么弄的呢？啊，我是用自己喜欢的酒的名字。
那反正就随便取啦。原来如此，那么姓陈你呢？那 Nextalk 就是利用那个像拍片的那个东西，还有那个游泳的姿势。那 Butterfly 的那这种哦 ，Butterfly 的是不是蝶式啊？就是用水泳的 Butterfly 啊，就是游泳的那个蝶式跟 Camera 相机的 Light 两个合起来的招式名称。哦，把喜欢的招式组合起来，那我也这么做吧。Libero 是什么意思啊？ Sakura 讲哇 ，Doko no position 当的 position 什么意思啊 ？Libero 哦，他是说你们在打那个排球的时候是站什么位置呢？嗯，我是 Libero 啊，是专门守护防那个球掉下来的人。哎，确实那个眼镜娘说了 ，Manami 的 Sub 很厉害，不是吗？那么利贝鲁的哦，他说就是在这个就是接球员，他的擅长技就是 stop， 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救球吧。但是比赛也没什么用过呢。啊，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呵呵，又有高阶怪可以打了，呵呵，先存档，然后打完之后又可以去散步了。好，我们把高阶怪打完，今天就收台吧。不过这群人真的太镇定了吧！如果今天我死去的一个亲人莫名其妙附身跟我讲话，我会吓死好吗？虽然可能第一时间还好，第一时间可能会吓死，虽然之后可能就还好，不过第一时间真的蛮恐怖的。我去打这个怪，我看我队伍到底可以放几个人。我们先把爷爷放下去看看好了，还是先把妹妹丢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可是女主角现在只能装一个道具，可能还不想。哦 ，Rank S 来，哦，看起来像个阿修罗，有够猛的。哎，可以四个人全上啊，那个假赛啊。好痛哦！哎，住手！有够痛的！他血有10000呢，我靠！把敌人全部吸过来吧。四把，要打二十下才会死。我觉得这个挑衅根本没用啊！打不下去，居然没有损血。我能打他2000滴了，应该可以赢吧。神勇武器应该是打得赢吧。
爷爷顶住啊！爷爷靠你了。阿修罗之魂解放！哇，不住手！全能力上升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下流啊？可以不要那么下流吗？睡着了，爽！睡着了，赞！补血时间到了，不是补血时间，休息时间到了。哈哈，他的能力都回，他都掉回来了。爷爷可能要再丢一次家防，妹妹也可以出手，这妹妹也蛮痛的。他醒了。再把你打回原形。啊！他睡着了，我又把他打醒了。哎，这样就好啊。主角负责把他打睡着，女主角把他打醒，这样他根本就不用动了。我怎么想到这么美好的招式？好了，睡着了。哎，你睡着还可以开技能，吃屎！不过给他放了黑暗效果，虽然物理无效就是。我觉得我比较强，好吗？我以前都不觉得阿修罗好强，我觉得我比较强。还没好，哎，又睡着了。哎，看好物理无效，我还是可以让他睡着。哎，打醒干什么啦？好，他还混乱了。看，根本废物，又混乱又睡着。
又睡着了。哎，搞得好下流哦。我还没看过这么下流的战法。没有啊。哎，哦，这是特殊技。来附加黑暗。又睡着了，而且他刚好行动顺序在主角后面，重点是因为他刚好行动顺序在我的后面，所以就很巧，所以刚好他就没法动。我还快死了。安安你好，根本废物。 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又睡着了。哟呼，999999呢，搞定喽！百战磨练哦，这看起来是超猛，这看起来是超猛，看看这是什么威猛的东西。哇、哦，加90伤，防御40，不过会减400的 HP。哇、哦，这看起来是威猛到不行啊！200的伤害，可以打到你哭爹喊娘啊！打到你哭爹喊娘，打到你娘字都不知道怎么写。Konosaki 啊，前面是到底接到哪了呢？很明显很危险啊，跟我们打的家伙不一样。总之先回去准备吧。哦，主角这个哦，这游戏的属性伤害真的超好用的，真的超猛。这游戏的属性真的有够猛的。狮子不强啊，狮子其实没有很强，因为。你是说哪一把？你是说狮子吗？狮子是44而已啊，你行云都比较高啊，行云都比他高啊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先把血回一回，然后就收台吧。啊、哦，哎呀，按错了，终于可以回血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那个呢，妈，这样不是很拖台前吗？你就设计一个就好了。我有防属性的能力啊，都是多台前的设定吗？这样有什么意思吗？有作者这样很好玩吗？这样很好玩吗？你不觉得这个设定根本拖台前拖到爆炸了吗？不过其实说真的啦，我觉得一般的关卡可能也用不太到就是了。就是一般的关卡其实也不一定真的用就是真的需要这么多血。你看我们前面打了四关，一开始的血可以打整整四关，然后我们现在装备又更下流了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根本不，就除非打那种很强的头目，不然我觉得根本用不到多少血。Hello, I'm Forsten Dunn.下流游戏 ，I do, yeah. If you want, you can just ask anything in the chat box. In English, it's fine. I can. If I could, I could try my best to answer you. Okay, 搞定。然后，主角这个废物。
应该就是四个人了，应该没有别的队友了，因为作者当时的图就是阴界，就是境界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就只有这三个，所以应该是不会有同伴。我们把这血回一回吧。啊，我差不多要收，我差不多要收了。然后把我开开心心的把血回一下。他到底是一步算一次还是怎样？六一七二。六二六零，他到底是几步算一个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作者当时的宣传图上面就只有这三个人。好，就把这血回一回吧。那至于明天会不会开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可能不会。明天不开的话，就要等到你们的礼拜三才会再开了。对。不过这片我会把它跑完啦，这片是九成九。I was in the Texas last year. I'm studying the Texas A&M, and now I'm in Oklahoma.I've been staying in Texas for like 3 years for my undergraduate. So, 哦，写满嘞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好了，看一下那个老爷爷有没有那个新的那个可以升级，看一下，有点好奇。把移动速度调回来，也太快了。把老爷爷那个看一下有没有可以解，对，还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卖什么新装备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装备超猛，应该是没什么必要的吧。看一下，看老爷爷你有什么新的。啊，老爷爷还在休业啊？你到底去哪了呢？真是智障，之后再跑吧。对啊，那个我倒是没有很急啊。鸟到底来了没？没，还没。那鸟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来啊？那就没什么好，那就没什么好弄的喽。居然这样子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里了。那么谢谢各位的观看。那么希望大家这个有个愉快的周末。那如果要去一样要去立法院的人或者是参加活动的，请自己注意安全。好的，那各位就晚安咯，拜拜。